家伙，好，这个白色的呢，就是蟹心，蟹心它特别寒，就不要吃。然后这个是蟹嘴。 慢慢吃。
后个就把膝盖，膝盖老饱满了，真的，哎呦，这个是大斜背。哇，看这膝盖老肥了，对劲儿！哎妈，顶住我这一口，我应该分两口吃的膝盖。哎呀，哎妈！